洛洛，天下之大，只有待在我身边最安全。但是你的黑暗血脉无时无刻都想吞噬我的空间力量。南宫流云的性命和那个空间法师我都要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没有继续合作的必要了。师兄，我回来了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只有足够强大的空间法师才能帮他洗掉黑暗血脉。打架，你们谁赢了我就跟谁走。刚好我也喜欢你死我活。别天真了，我不会让给你的。别误会，我只是不愿欠人情罢了。我会让你直面危机，让你变成你渴望的样子。何不靠自己的实力，在这险恶的修仙世界走下去？你真的很想他？想当我的徒弟吗？